爸爸给你撕过第二单子领我去签了，中了？中。这两天别还得了没？咱没有电视，也没有碗，准备开开去了，天天在酒店了。主要一手脚都没带领去上过。我签的房子最近接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，太火了，勾起我的童年回忆。是他，就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，馋。不行，他的脸上会馋，凶什么？你们这童年不像人。你咋继续签去吧，中了？中。在文头里中不中？主要在他脸上签了。准了，这是老少皆宜，我瞧着当人的评论也是好的，非常那种非常有正义感的一个人物。那就定了票了。定了吧。瞧他俩看完了小眼神，已经迫不及待想瞧了。你咋就五点去吧，中了？五点就大概干的。十四分钟。不要太靠头了。就这种。吃了几分钟，走。走吧。已经吃了。眼睛不用买，走。好吧，小波哈。好吧，小。啊？反正我都瞧了挺震撼了。我就以为加大了一个东坡皮，瞧了可不赖啊，嗯。嗯，不赖。我那会儿瞧的。钱都快流泪了，钱，嗯，挺感动，嗯，很有讲钱这道理的，这是教育人的，嗯，走吧，头领钱家哈巴也不走了，周一活动，赶快进店抢购吧，好吃的汉堡就在麦克斯，这个要留着悄悄吧，你等着等着吧，我回去取快递啊，你等着等着，你才多了点会儿，那我走了。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，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，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捧住。你小点已经做了点多道理，快点到。哎呀，白羊小了。有一天，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，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，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
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捧。这比你们等的强多了吧？你们等的都已经坏了。你都敢不换东西，我把你屁股掀了。